半周年活动，好不好？下面我们呢跟雾榜老师呢有一首羞羞的合唱想送给大家，但是呢唱的好不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是现场唱，唱的好不好是真的不知道。我们去、啊、那我们去吧，我们去二丫，我们唱点歌给大家听一听吧，好不好？行，我把你这边关掉，你把我这边关掉。对，我现在上去。对，你把我的播间关掉。对，我把你播间关掉。等一下啊，我先进去。晚安，听到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没进去呢。小小的合唱，不是羞羞的合唱。对，羞羞的合唱，小小的合唱。去说秦老师那边听，在我这边听不到啊。我们唱唱歌。谢谢大家祝福啊！谢谢大家人气票，我们现在人气票看不到，家人帮我感谢感谢人气票，好不好？ Okay. 我把你麦先闭了啊、哦。嗯。喂喂喂，有声音吗？哎，有，有是吧？但是我唱的话，你那边会应该有，都闭了是吧？我会把你关掉，我的二丫和这个都会把你关掉，然后在你那边听就好了。好的好的，那我们等一下我调个基调，我们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听。行，你准备好了跟我讲啊。他啥基调来着？ E 是吧？ E 大。好的，嗯。然后看看歌词，我们是临时合唱啊，家人们，我们看看跟我们林夕格老师，我们尝试一下合唱，跟雾宝老师这种非常甜的声线，咱们合唱一首，看能不能打。然后音量控制就在这个二丫，你控制我的音量就好了，好吧？我不知道咋控制，就是有个小喇叭吗？然后你就把它拖大拖小，这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就当伴奏一样。好的，那我把你声音关掉了吧。好了。那我们开始吧，家人们，我们听听音乐盛宴，我们听歌的同时别忘了送出我们的首张人气票，也别忘了抽取我们的个福袋，我们进个奖励，来吧家人们，开始。好，三二一。伴奏大点声。什么是完整的睡眠？清晰的黑夜在撕碎梦一片片，睁开眼犹豫的之前，该不该挽留，让你陪在身边？来时路的终点是和你遇见，唯有你让那时掩瞒过时间，痛到失去了语言，我心里却在苦思甜，依旧是倔强的少年。用我全部生命作沙，倾注所有情绪，把画出属于我们的家。那些幽暗过去在下着雨，现在你的情绪害怕失去，这束光和勇气在踏着远，有些所有生命在画着你。我心如刺海，放眼望向那些高楼全部坍塌，你也从不后悔，哪怕剩下背影要在我身旁安家。我也一切要被你得到，永远等候你的怀抱，做你生命中的依靠。漫漫人生路上最需要来时的终点是和你遇见，我们和从前挥别就在今天。当你握着我的手，我拥有一整个宇宙，而你是习惯着
首我和悟本老师从来没有排练过的与你送给家人们。Okay.希望家人们可以喜欢，喜欢悟本老师的咱们点点关注，也同时谢谢悟本老师家的宝子们送出的人气票。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在唱歌看不到家人们送出的人气票，家人们帮我感谢感谢，谢谢阿蒙姐，谢谢等你很久啦，谢谢家人们的人气票，谢谢悟本老师跟我带来一首合唱，也谢谢对我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跟参与，谢谢悟本老师，么么鸡么么鸡，祝我们春云老师半周年快乐、啊、也是一步一步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从他刚来临西阁啊，从他刚来临西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啊，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家人们，就是那个时候他半夜不是接主持嘛，然后那个露脸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，那个时候晚上就会排他的主持档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经常一轮没有歌单啊，经常一轮唱不完一首歌，然后一直到今天有了很多青柠堂们，然后。也挺感谢大家对车婷老师一直的支持，然后一直走到今天半周年的时候，直播间能够拥有700左右的小宝啊，也是希望大家，从不离不弃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可以慢慢等这个家庭越来越壮大啊，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车婷老师一天比一天的好，就是不用回头，不用去瞅来时路，然后希望就在前方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变得越来越好，然后我们顶峰相见啊！你把我说哭了，家人们，哎呀，确实，悟本老师下了吧，我们直播间说吧啊。这确实啊，说实话，我连小丁人都是问悟本老师要的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我连小丁人我都是跟悟本老师问在哪儿，我都不知道，啥也不知道，啥也不清楚，也慢慢懵懵懂懂自己摸索啊，播了那么一个。小半年了，自己很多不知道不清楚的，也谢谢家人们的包容跟理解跟支持。悟本老师，你要回去了吗？我们等会儿再连吧，好不好？行，好，我们等会儿再连。谢谢米饼的人气票，谢谢悟本老师家所有宝子们送出的这个人气票跟这个支持，那辛苦悟本老师了。我们得回头我们再连，我们回头我们再连，等一下我连你啊。行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行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家人们，一会儿见。拜拜。谢谢家人们的人气票，我们现在第几啊？我们现在第几啊？我们现在人气第13哦，现在第13哦，差的有点远哦。专业陪跑，家人们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好吧，我们没关系的。我们看看抽奖的出动的宝子们，好吧，我们看一看，我们看一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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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咱们十级灯牌的先别着急哦，现在有能力给。车青打满了，咱们给他打满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们打满，我们手上注意人气票很重要哦，然后呢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看中奖人群，然后看看啊，给大家看一看，爱吃包子陈家姑娘饭坛恶霸，这都是啥名啊，这么爱吃，还有樱桃才不要梦见你，柠檬温茶，可心小南俗人00BABY， 还有这个七月老师家的这个字我不认识，博日梦又中了，博日梦你选一个啊，博日梦，哦还是落了局啊，不对，然后博宇宋月牙太空电梯暖暖一拳哭费酒一口六个秀朋友，碎碎碎碎随意获得了咱们一个。中奖记录好不好，我们一个许愿瓶，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发放好不好，家人们，然后呢找我们的小猪小绵羊，找我们的小绵羊去啊，不对，找我们的小猪啊，小猪啊，小猪管理，咱们去领取一下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好吧，没事，家人们，我们还有福袋，然后接下来呢咱们连连咱们互联网最好的朋友好不好，怎么卡住？四面骂塞！哎呀，这不是我互联网最好的朋友吗？你的脸呢？对，给你看个东西啊！我懂。哎呀，陪你看场雪，这名字就很好啊！陪你看一场雪。其实呢，我对这个雪啊，就我们南方人啊，就特别喜欢雪。看到这个雪，我说实话，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听你歌的人啊，我就看这个名字，我就不管歌唱的咋样，我就喜欢了。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南方人见到雪了，就跟二哈见到了雪一样。
啊，不能这么说啊，我说我吧，不是说南方人，不能把咱家粉丝得罪了。对你这样子，我你整的我好像二哈，我就出去打滚，家人们，嗯，然后呢，燕神老师呢是咱们这个。属于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的，包括新进的直播间家人们，因为我跟他认识的是属于不是说连线认识的，咱们是属于作品端互相被封号，那个私聊不能认识的，家人们属于认识的就比较奇怪。那没想到呢，咱们两个现在私下没想到还玩挺好，封个群聊还能那个啥，还能封到一起去。对，然后咱们关系呢就很自然。对，我对叶晨老师呢就是那种像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。对，就他也很自来熟，他来杭州了，就是你出不出来玩呢？林谁也 好像，对，谢谢万物可爱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就好像很久以前就被封过这个号，就被封过那个，就被封过。是，那就家人们，我们听一听我们叶晨老师的我们一首新的一首原创歌曲，好不好？先和你合唱吧。先跟我不觉得，我觉得先听好不好？我觉得先听，咱们直播间人最多的时候，先听吗？我们先听。我觉得家人们应该也很想听，同时呢，我也很羡慕。好、不用羡慕，谢谢君倩，不用羡慕。那个家人们，我们这边还没有去给那个车青老师打人气票的，去包包人气票，有能力的就打满啊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就是打不满的话，就尽量把第一张给送了，就是因为第一张它是有加成的，它很重要，尤其重要啊。我们看看，车青老师现在第几名来着？第13。第13，哎，我们帮车青老师先冲进前10，好吗？先冲进前10，进了前10以后再争前3 ，OK 吧？好，家人们，我们还没有去帮车青老师打人气票的，去帮帮车青老师。我给你来一句经典名词：新天外下了雪，你说那是叶晨。好，那我给你们唱首陪你看场雪啊，我刚唱完其实。一首原创啊，家人们，喜欢叶晨老师的咱们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静静的听听我们叶晨老师的一首新歌啊，原创歌曲，非常牛逼的一首歌。来，我准备好了，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好好，你先别着急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扣个一，来家人们扣个一。准备好了扣个一。没准备好不许扣。好，听完这首歌。这个是原创啊，家人们。原创。把一扣起来，家人们扣一起来，扣起来。好好好，准备好了是吧？好。听完这首歌你会感觉很冷，下雪了。好好好，你等于没有说。好，一首陪你看场雪送给大家。手一起等到秋天飘落叶，就带你回我长大的河边，听风轻语细言，说等到冬天屋顶盖满雪，那是我遥远的童年，回到你身边，我想陪你看场雪，童话里的世界，牵着你的手，看你冻红的鼻尖，带你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和你逃离这乏味的世界。多想陪你看场雪，聊聊这个世界，我看着你的脸，挪不开的视线，生活推着我去下个地点，想和你一起回到童年。想陪你看
变成雪童话里的世界，牵着你的手，看你冻红的鼻尖，带你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和你逃离这乏味的世界。多想陪你看城市，聊聊这个世界，我看着你的脸，挪不开的视线，生活推着我去下个地点，想和你一起回到童年。我想陪你看城市童话里的世界，牵着你的手，看你冻红的鼻尖，带你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和你逃离这乏味的世界。多想陪你看场雪，聊聊这个世界，我看着你的脸，挪不开的视线，生活推着我去下个地点，想和你一起回到童年。好，一首陪你看场雪啊，送给在座的各位，送给我们这边和车星老师那边所有小仙女们，祝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冬天。哇，你这声线我说实话全部听进去了，家人们，你这声音太温柔了吧。说实话，你家的粉是不是都是女友粉啊？怎么太好听了吧，知道了，太温柔了，家人们，你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听叶晨老师唱完整首歌啊。家人们，喜欢叶晨老师点点关注啊，然后家人们也可以多听听陪你看场雪，帮我们叶晨老师宣传宣传这首歌，特别好听，特别好听。因为我听原创听的很少，但你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，并且呢这个旋律我掌握了一点，我这个我学歌其实挺慢的，对，我回头跟你连线的时候我学一学，我真学一学，我亲自给你打打歌，我给你学一学啊。啊，你是你们是妈妈粉是吧？旋律还挺简单的，好好好，就一个调，一个调重复，好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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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太棒了！我说实话，我又不想跟你合唱了，你再来一遍吧。太壮了，家人们，我还白嫖。我撤青老师唱歌，我去白嫖，我得不行，我得听一听撤青老师唱歌。你扇子舞，你扇子舞就是我的真实水平。我扇子舞，我的扇子舞就是我的真实水平。你的扇子，不行，我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没听过撤青老师唱歌，不行，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听一下啊。我们合唱一首怎么样？我们合唱一首，合唱一首。在冬天等你下课，我们合唱一首等你下课。你进咱们二歪，你进来了吗？嗯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你进来，我给你发了那个号码，你进来。然后呢？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家人们，我们现在是第13名啊。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呢，可以给我们送出首张人气票，给我们把人气票先送一张，再送600张，我们看能不能先追到前十，好吧，我们追到前十。我们现在第13不好追，我们底下不好追，好吧，我们先冲到前十，尽量我们还差多少？我今天这个点不好打，这个、不好打，不好打。但是这点不好打，但是我看看咱们人多力量大，能不能冲一冲，好吧？手机粉，好，手机粉，手机粉，手机粉。那咱们手机粉，叶晨老师就放伴奏，然后你把我的这个我这边的闭了，我把你那边的闭了，然后你把我那个二歪里面的也都闭了，然后呢可能要来我直播间听才听得清楚。好好好好，好吧，家人们去那个车青老师那边听完整版啊，去那个因为我这边是没有听不到车青老师的声音的。对的，谢谢金宝儿的阅读会员啊，来，好，那我们开始 吧。你听得到不？喂喂，听得到不？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好，那个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我歌词还没找到呢。嗯，歌词不用找，我不发给你了吗？对，发给我了。家人们，我跟叶晨老师的一首合唱啊，属于现场版的合唱啊，咱也不知道能整的怎么样。希望呢，就是叶晨老师的唱功非常好。哎，我是一还是二啊？你是一，我是一是吧？好好好。哎，不对，我放伴奏，那就是你能找到那个准确的那个吗？那你来吧，好吧，你来开。你来一吧，没事。我觉得你应该很熟这首歌，就是能找到什么时候开始唱。行，来吧，家人们，来吧，我们听一听，来吧，那就开始了，开始。谢谢阅读会员，谢谢祥云。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。为了相遇，你不期而遇。高中3年，为什么？为
生跟你一样的大学。我找了份工作，离离松沙很近，跪坐大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。哦，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耳机听什么，能不能告诉我。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。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，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。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等你收到情书，也代表我已经走远。走好吗？弹着琴，唱你爱的歌，但也一点都不痛苦，一点都不痛苦。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，我唱着马走心，却走不见你心里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，守护着你，不求结局。我，你又擦肩而过，记住，终于你回了头。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。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，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。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等你收到情书，也代表我已经走远。我跟叶晨老师合唱了一首《等你下课》，送给家人们，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啊，嗓子不是很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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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听了，叶晨老师，我跟着你的调，我唱的好舒服啊，我会，就是跟叶晨老师唱歌的时候，会自己会带入进去他的那种腔调里面，知道吗？就变得温柔，真的。你们如果有机会跟叶晨老师合唱，叫叶晨老师出个作品，家人们，叶晨晨，小叶，叶晨晨就是家的叶晨老师家的宝子们，叫叶晨老师出个作品，你们跟他合唱，你们自然而然会带入进去那个温柔的声线里面，真的，家人们，真的真的，我是被带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喜欢叶晨老师，咱们记得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等等我们的麦打开啊。有合唱是吧？有合唱是吧？啊，是我，对对对，是什么？你们叫晨曦啊？我知道，是吗？我知道你们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叫晨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们真的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车青老师吗？其实我刚刚都没听到车青老师唱歌啊，有点就是没，肯定有，就是好奇，肯定有录屏。咱们回去，咱们呢看看能不能，咱们也串首歌。这样吧，我能尽量我去把你这首歌给学了，我唱的好不好听，共串我就不舔个脸去跟你共串了。咱们看能不能串一首《等你下课》。好吧，好，好，我们串串，等你下课啊。好，可以。
特别好听，特别好听。车青老师，我们看一下车青老师现在第几？我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确实很难打啊，家人们，没关系，咱们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这个点难打，对，对，这个点确实难整。我看一下，车青老师现在是900多个人助力，哇，也挺多的了，900多个人助力。对，有没有再去帮车青老师再加点加把火？我们助力人数能不能往上面上一上，家人们？其实我们对，其实我们的这个助力值39.4万，确实可能不是很好整。家人们能不能有能力，家人们给我们600张，能打满的咱们打满，好吧？我们11级灯牌的先别着急，好不好？对，那个大家那个有能力的话，可以再帮车青老师补一补啊。尽量打进前10，有个红色的牌子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挂一个我们这个人气票，然后我们今天跟叶晨老师的一首合唱，那我们就到这边，然后给我们叶晨老师点点关注，家人们记得点点关注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。给我们车青老师也点点关注。是，不用说，多此一说。网易云早着点了，网易云发布了是吧？某易云发布了吗？嗯，发布了。某云、某狗都有啊，某云、某狗都有。行。谢谢晨曦，谢谢晨曦嘛，谢谢你们的助力人数跟人气票，然后前面打满的我没看到。有能力给我们打满的打满一下，家人们，我们送出1张人气票，再送出600张人气票，我们助力人数比较重要。哎，我的那个图呢？好，那我们叶晨老师，那我们等会儿再连你，我们9:50多的时候再连你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们一起玩一玩游戏。好，可以，行。谢谢晨曦家人们，宝子们助力，谢谢叶晨老师跟我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《陪你看残雪》，谢谢跟我们一首合唱。辛苦家人们啦，辛苦，谢谢，我们是互联网最好的朋友。也感谢车青老师给我一个这么宣传的机会啊。哪有啊，我。好，那个你先去弄你的活动吧，没事。行，好，拜拜。哎呦，小胖，呼叫小胖，咱们的人气票的图呢？小胖，呼叫小胖，呼叫咱家二串。小胖绿泡泡发我啊，小胖。这边好紧张啊，怎么14名啊？哎呀，唱入迷了。这40分了，14名啊。哎呀，家人们纯靠给大家唱歌了，人气票万打了。真的，祖鲁老师，我们这搞活，祖鲁老师他要非要进来吗？非要进来薅他一把，家人们。薅他一把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日子？你非得撞枪口上？什么日子？那个家人们，那个我今天打人气票刚打输。我们每小时守着人气票，咱们这个有200张人气值，不是粉丝团，咱们可以这么说，助力人数特别重要，有1000个人就有20万助力人气值。咱们每小时人气票上人气票600张，没有额外的人气票加成了，非粉丝团打满可以获得2600人人气。家人们，助力人数最重要，能够给撇一张，宝贝，撇吧，撇一张，能撇一张的撇一张，宝贝，第一张加成确实挺多的。朱老师，本来呢我是准备去连别的老师的，准备呢让别的老师。哦，我是送上门来的，是吧？直接送上门来的，属于是。那我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我就只能接受下你的好意了。好，行，好吧。然后就给家人们，我们发放一个这个不是活动的人气票。给我把那福袋都给我抢光，快！我们领取一下福袋抢光。我们上人气票，我们现在排名前10都见不着，家人们。人给射精，不要多送，家人们不要多送。我今天打了个11，我跟第10名错了个200人气值。你没找我吗？你应该找我的。我找亲戚他们是给送上天去，真的。哎呦，我下午、这个、太吓人了，下午5点到6点打的，没人开播都。我瞧我自己打的。这个榜没人播呀。这个榜旭旭宝、易阳、陈泽，我。家人们，咱们冲前10，我觉得行吧，那我觉得可以冲前10，行，好，李家宝这么的一张手不让你几遍， okay, 好吧，好，等回头我再连你，好吧，行，好，拜拜，谢谢家人们的打满、okay. 谢谢祖鲁老师家宝这么的打满人几遍，谢谢，那我撤了啊，行，我们回头连你，行，OK。哎，我吐呢。家人们，我觉得咱们现在确实很悬啊。
咱们先，我现在都不敢发福袋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先发大点的福袋好不好？我们抽奖，我们十点以后我们再抽奖。我没想到现在才14名啊，我没看着，咱们这个人气票才14啊，咱们看能不能再往上面冲一冲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助人是1058人，我们手上人气票特别重要，能够给车庆打满的咱们打满好不好？打满打满。然后现在我再去薅个老师，家人们，咱能不能能杨总啊，家人们，放松了，不领杨总，这欠的人气太大了，家人们。哎呦，这太难打了，家人们。四密码三，动名价，四密码三。四密码三，四密码三。你是不是少说一句话？你要说什么？撤新将。嗯。打人机票呢？不是，你得说半周年快乐。半周年快乐。对对对，你这样说。是人机票，但人机票。半周年快乐。然后呢，东明老师呢，即将可能跟我会成为一个邻居啊。我们之前也交流过了，确实讲了，之前那个我确实把他联系了，成为邻居，属于新天外宿舍的，又即将新天外宿舍的一员啊，可能是对吧，东明老师？嗯，可能是，对，没有错，可能是，对，还在物色房子当中，对，还在物色房子当中。我能作为一个中介，我是不会收中介费的，你们都知道，我是一个非常，怎么这么说呢？我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人，我是绝对不会说坑朋友的，是不是、啊，家人们、嗯？中介费，不知道有没有，不知道有的话会告诉他的，家人们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跟东明老师，因为时间紧，弄不中，我们今天准备跟东明老师来合唱一首歌曲。东明老师，二歪播。在来吧，你进来吧，你在哪？我看你在哪。是你放歌还是我放伴奏吧？你放伴奏，对，要来我直播间听，你得把我麦闭了。OK OK， 稍等。等会儿，这是C 吧 ？C 大调吧？比如说吧，是 C 不 ？C 小调还是大调？我忘记了。你看看，你等一下看看，告诉我。嗯，我扫一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跟东梅老师的一首合唱，家人们，跟东梅老师也没有合唱过，今天咱们就听个爽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听个爽。谢谢家人们的，谢谢小海绵门的人气票，谢谢大家的人气票，谢谢手上人气票也很重要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那个小海绵们，我们过去给那个车新老师送人气票啊，有能力的我们可以直接打满，然后一张人气票也可以助力的哈，助力一下，帮忙一下，助力一下好吧。然后我进来了，我 OK， 我打开那个哦，等会儿你是嗯，我先把你麦闭了啊。嗯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四密码三，听得到不？听不到你声音啊，你没有声音，东明老师。哦，我能听到。哦，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，是什么大调？有了，嗯，什么调？我测一下。哦，我来看看，我告诉你吧。你要 C 小调吧？我看看啊。对 C 小，然后我把我的伴奏加一下，下面我们听听咱们这个开始了吗？要不重新开始，重来吧，从开始来吧，家人们。OK， 我们全没分词，全没有分过词，全靠现场。走公路，让我们把风这世界带着风度，让我愤怒，让我痛苦，昨晚的小丑女，迷人的公主。哎，好像有延迟，咋办？没有吧？有。你得把我麦闭了。我把麦闭了呀。对，你得把我麦闭了，你都还听得到我说话呢，你不能听到我说话，你得把我二歪的麦也闭了。二歪的麦闭了。对，二歪的麦也要帮我闭了，你就自己放你的，你把你的那个麦克风打开就好了，好吧？然后你直播间家人们只能来我这边听。哦哦，懂了。嗯，对，来吧。你要重新来一下。重来，没事，重来。Thank you.
高速公路，让我们把负这世界带着风度，让我愤怒，让我痛苦，做我的小丑女，迷人的公主。你说你妈妈教你总要活得体面，她说的没错，却剥夺你所有体验。你像个僵尸般度过了童年，教你囚禁的不是牢狱，更像个光年。曾经你说永远足够乖乖，你能折的人似乎从来不在意，你的喜怒哀乐都一笔带过，他们管着你却没有真的爱过你。但我喜欢你在腰间的纹身，又胜过他们加班的全职。我喜欢和你在酒吧里喝酒，一杯接着一杯，直到疲倦了喉咙不能吭声。曾经天真的以为这世界很自由，可以做你真正想做的事，直到你看清了自己的身份，一个小女孩何必设计好的人生。让我们超速在高速公路，让我们把负这世界带着风度，让我愤怒，让我痛苦，做我的小丑女，迷人的公主。这个世界最爱做的事就是告诉你，你所想做的事情都是错的，在你跌倒后第一时间找到你，说早跟你讲过了，干嘛还要做呢。当你反问到那我应该怎么做的时候，他们又会突然变得沉默，接着告诉你人活一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你不喜欢也得忍着，但这都是他们编织的谎言，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平庸，一辈子都低着头活着，怎么可能看到那灿烂的星空。别丢了你自己的立场，只为了满足他们所谓的优秀，因为你最美丽的地方就是他们口中的丑陋。让我们超速在高速公路，让我们把负这世界带着风度，让我愤怒，让我痛苦，做我的小丑女，迷人的公主。让我们超速在高速公路，让我们把负这世界带着风度，让我愤怒，让我痛苦，做我的小丑女，迷人的公主。我觉得我想说的是 OK OK。 那么和东北老师合唱的那么一首小丑女送给家人们，我们可能有点瑕疵啊，因为我讲话讲太久了，可能有点瑕疵，给大家带来一首跟东北老师一首合唱，希望家人们可以喜欢。喜欢我们东北老师，给我们东北老师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家人们点点关注，谢谢小海绵身上所有的家人们的人气票，谢谢家人们的人气票，谢谢家人们的人气票。我们现在是还是第十次是吧？对，还是第十次，好难冲啊，太猛了！没有助力的，我们再去助力一下。太猛了，家人们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哎，这个虽然说我没听到，但是好听啊，好听的，好听的，好听的，跟东门老师。这个点前十名肯定都是一百万加，这个点。曾经我也打过一百万加，曾经我也打过一百万加，一百万加都不一定能拿得下。我上次一百万加，哇，都没拿下。我现在头皮发麻，我现在55.9，但是我觉得。能90万，咱们应该能打下。咱们助力人数跟这个第九名，咱们能拽下来。咱们十一级灯牌先别动，家人们，现在受不了了，我得拉人了，家人们。我如果这打不下来，我是真难受啊，家人们。等一下啊，我拉个人，把他们拉进来。哎呦，我又电脑又好卡，我电脑现在卡爆了。没有人能阻碍。家人们，现在还没有给我。打满的家人们，有条件的给家人们可以给我打满，送出1000人机票，送出600人机票啊！东边2100家都是，好，行行，我拉人啊，我拉人，只能拉人了，受不了了。这物宝老师，这我先拉叶晨吧，扛不住了，能不能拉杨总啊，家人们？我能不能拉江海啊，家人们？怎么办啊？这。Hello Hello Hello！ 救命救命！完了，我感觉打不上去了，太难了，冲不上去了。我现在还有几分钟，我得十点以后再搞活动了。我看一下，还有十分钟。我跟江海老师要点，我跟江海老师要点首张人机票。我跟江海老师要点，我看行不行？撤金老师现在第几了？啊，江海变成别人脸了。我现在第14啊、哦，14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哎呦，这咋整的？这边开。
江海跟别人连了，没有助力的家人们再去助力一下，一张人机票。那个冬眠老师会打吗？会组织吗？咱们这个就是好，那我来组织一下，医生老师。你组织对。啊，行。我不太会这个。家人们没有送人机票的啊，一张人机票即可助力，我们直接冲到撤青老师直播间啊，送一张人机票即可助力，然后一张人机票代表着是多少的人气值来着？二百，对，首张人机票代表200的人气值，家人们我们这冲一冲，然后没有打满600张的可以直接打满他们600张啊，一张人机票即可助力，一张人机票即可助力啊，首张没有送的去送一下首张啊，首张很重要很重要，现在人气是1400个人助力啊，我们再往2000冲一冲，往2000人助力冲一冲啊，往上冲一冲，往上冲一冲，离上一名我们先做个13名好吗？啊，离上一名差的不多不多。我只能拉他了，现在只有他能拉了，别人没有办法啊，家人们。现在家人们这样啊，听我，所有咱们青绿堂挂了11级灯牌的。咱们现在往里撇，我们现在就撇，我们梭哈，我们看能不能把我们送上来。我们现在第13了，我们梭哈，现在所有的11级灯牌，我们梭哈，家人们，梭哈，梭哈呀！第十三名了，记得买甩，你们甩起来，甩起来，甩起来！家人们，第十三名了，再往上冲一冲，再往上冲一冲，家人们。咱们还没打满的，去尽量。有能力的尽量去帮撤青老师帮一下，帮一下。嗨，叶晨老师，我们先点个护关来。嗯，好，勿宝。嗨。当然，我们是新天外旗下的歌手，我们是个虚拟主播，我们是个歌手。喜欢我们主播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可以给我们老师们点点关注。每一位我们都是一个歌手。咱们在我们现在撤青老师是13名，13名距离第10名还差5万的话，10个小板打满就能到第十，10个小板打满到第十。现在我们71.7万加盟，往上追。11级以上灯牌留着守塔啊，留着守塔。你，然后撤青老师那边能守塔的宝子们扣个一，看一下有多少来。撇完了已经，11级的都撇完了。好，那个物宝沉默了，沉默了。是冬眠沉默了，还是物宝沉默了？好，还有最后的6分钟，有没有守塔的宝子们？还差那么2万票，还差那么两万人气值，我我们就直接第10名了。那只能追了，只能追了，家人们，只能追了。往上冲一冲，往上冲一冲。我给家人们发个福袋，家人们领取一下。对，你赶紧发福袋。咱们转化成一个轮机票送给我。发1分钟的福袋吧。1分钟是吧？好的。我们哎，我们不是离第十名很近了呀？很近，确实很近，就差哎，现在第10了，家人们第10了，我们守个塔，家人们，我们守个塔。第10了，对，守个塔，守个塔。有小号的切小号，咱们小号送也是有的。就第11了，我们跟第8名差1.5万人气值，家人们，还有5分钟，咱们守波塔，还没有打满呢，咱们打满，家人们。80万冲一下，我们80万冲一下先。第11，就差1.5，家人们，就差1.5，家人们，哎呦，好紧张，受不了了。谢谢，我这心脏扑不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樊姓是撤青老师在打，撤青老师在打。车前老师在打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吴博老师家的，谢谢叶晨老师家，谢谢东明老师家，谢谢家人们，守住啊，家人们，守住，帮一下。还有最后6分钟啊，战线有点长，然后我们现在人气牌不断啊，我也不停的打。家人们，我们现在我现在第几啊？好紧张。第十，家人们能不能守守？第十，我们往第九，往90万冲一冲，把分往90万拉一拉。我们离第9名就差那么2万人气值，我们再往上冲一冲，往上冲一冲，家人们，把分打到90万，把分打到没有送手章的，我们去撤青老师家送个手章，有能力了我们直接打满。后面的想追上来很简单的，知道吗？对，后面偷塔很容易偷的，就是我们尽量把比分拉高一点，我们尽量拿个第八来玩啊，不是第九。第九了，再往上冲，已经第九了，守一守，再守一守，谢谢家，哎呦，谢谢六公主们，谢谢六公主们，往90万打，往九十万打，再往上冲一冲，最后5分钟，坚持住啊，最后5分钟。现在助力人数是1731，1700多个人，我们再往上冲，往2000人气值，往2000助力人数往上冲一冲。2000人气值，你们守，谢谢家人们人气票。最后那么4分钟，家人们，我们守住。哇，这个点太吓人了！
最后三分钟，家人们，这个伴奏连过得真是刺激又惊心动魄啊！我的奖励都没发完。再往上说说，再往上最后得小一百万啊！大家最后得小一百万，我们还有四分钟，这四分钟这个点你没有一百万，估计都很难进前十。这个点我打了两次，一百加已经打了88万了，我们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家人们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我们都打这么多家人们的助力，还有最后三分钟，咱们往第八再挤挤，家人们，我们往第八再挤挤，第八再挤挤，还有能力给撤星。打满的，给他打满百万吧，先破个百万，就差十万了，差不多。加把劲，加把劲，不要多，不要多，家人们，送人气票不要多，不要多，多了没有用啊，家人们。好，那么谢谢家人们，第十名马上被超，马上被超，第十名追得很紧啊，第十名。家人们，我们再数数，还有没有可以给车金打满的？打满，救命啊！家人们，好紧张啊！我最讨厌在第十了，特别难受，你知道吧？最后那么三分钟的玩，冲一冲，家人们。再给大家最后三分钟了，最后三分钟了。这三分钟感觉比三年还长了，这三分钟。助力人数现在1800了，我们再往上冲一冲，助力人数冲到2000，家人们，再往上冲一冲，冲一冲。家人们，我再数数，再数数，我们差的不多，我们距第一名就差3.7万人气值，家人们，还没有给。已经第十了，再冲一下，已经被偷了一名啊！往前冲一冲，家人们。这个雨声不管了，家人们不管了，那暴风雨来了更猛烈些吧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王鼎鼎老师在不在？鼎鼎老师在不在啊？呼叫鼎鼎老师啊！救命啊！鼎鼎老师怎么了？鼎鼎老师人气票高手，属于是啊，属于是一天打八场的男人。先闭一下吧，来十秒钟，闭一下十秒钟，一天打哇，这都是瀑布了都。好，来了，只能十秒，不能再多了，不能再多了。第几啊？第十了，往百万冲一冲，往百万冲，就差三万，往百万冲一冲，宝子们。还没有。最后两分钟，往百万冲一冲，往百万冲一冲，下一名是80万，差一点点就100万了。然后助力人数现在已经1900了，我们往2000助力人数冲一冲，没有。马上就100万了，咱们家们别投，家们别投，咱们往上冲一冲，家们。谢家们，1900多个人助力啊，属于是新店外真是一家人，属于是真的是对，往。真的是有难，真的是全方位冲啊，家人们，全部冲啊！就两分钟了，家人们，最后两分钟。不过第十一名追的挺紧的，88万，别被偷了，家人们。一分半，家人们，现在还没有给撤青送出首战的，或者说能打满的，咱们尽量打满，家人们，能打满尽量打满，家人们。抽上来了，不要停，人气票就差八万，就差八万，就差八万，最后一分钟，家人们，一分钟，坚持住，家人们。坚持住，家人们，坚持住。助力人数还差30个，就到2000个助力人数了，再冲一冲，最后那么一分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太多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快了，这个点真是神仙打架，这个点。让我三轮车王子看看怎么事儿。最后45秒，家人们，能给车星打满，给他打满下，我们2000人助力，家人们，我们2000人助力，我们100万加了。我们第十一名在疯狂追，家人们，十一名还在追，家人们，别让他追上，就让十一名待在十一名。最后三十秒，守住，哇，100万加了，守住，20秒，我叫，最后20秒，家人们还能够打满，给他给车星打满，谢谢家人们。给你打个人气票，给我打出汗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说实话，我每次打人气票，我都汗流浃背。我通知一件事情啊，通知一件事情，我先听听的，不然罚我5000。家人们，先给人气票，先给吴宝老师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给吴宝老师点点关注。告诉，给吴宝老师点点关注，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走太快了吧！你这，现在我们马上，我还紧张。听我讲完，现在我们直播间，我们是新天外的歌手，新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们是新天外的歌手，我们在这个林夕阁。听潮阁起进行一个排档，我们是一个歌手，然后呢给我们的冬梅老师还有我们的叶晨老师点点关注，我们叶晨老师呢发了一首单曲叫陪你看残雪，家人们可以了解一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。感谢是的
小耳朵们，来了来送红包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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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，还有谢谢小海绵们的鼎力支持啊，谢谢陈，谢谢叶成家的宝子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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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哇，没事没事，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齐心协力，互帮互助。下次我们打的时候也叫你们，是的，我们打的时候也叫你们，行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一家人，对对对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不用见外。承接半周年、一周年生日宴会，承接。半周年快乐，半周年快乐，对，承接各种，半周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，拿下拿下。你知道我打人气票是怎么打的吗？我打人气票就是，就我懂，就没就一点都没有那种紧张，就是我都是放那种很平静的音乐，我到最后面两分钟我才会放那种激动一点的音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打这么紧张。我因为很难，这个时间点，这个时间点太难了，这个时间点。我们现在打的时候也差不多，给十一名气死了。对，我打的时候我都是让他们自己打，我在这说我的，他们打他们的，我都是让他们自己打。哇，急死我了。恭喜恭喜恭喜！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，别忘了给叶晨老师跟东明老师点点关注啊。东明老师呢，即将是我的邻居啊。给车青老师也点点，给车青老师点点关注。辛苦一下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鼎力支持啊。那个刷屏那个人气票都看到了，各家所有人，谢谢六公主们啊，谢谢薛家小星星们啊，谢谢小海绵们啊。完了，我怎么叶晨老师家的宝怎么老是记不住名字啊？晨曦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晨曦啊，晨曦们。因为我老你们灯牌是叫叶晨晨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对。我老是会。就是、他们觉得这个好听，就叶晨晨、晨曦啊，谢谢晨曦家人们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鲁邦老师家家人们啊，谢谢悟宝老师家的宝子们，谢谢谢谢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六公主，谢谢，完了失眠老师家的，完了这个粉丝团名字棉花糖们，我这真的是记得老多了，人气票那个粉丝团全是各家的呀，向日葵们，哎呀我。向日葵不是杨总的吗？对，我就脑袋里在想，哎呦，这个挂马甲的是谁呀、啊？是谁？还有发电站们，哎呦，雪飞老师家的宝雪宝们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呢，我这个直播间呢，聚集了至少十位老师的马甲，真的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主打就是这个百家人机票，车青老师的人机票，百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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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小星星们啊，还有小星星们，太多了。哎、不行，肯定还有你没读到的，肯定还有的，肯定还有没有读到的，我没读到的很多很多，因为我太紧，太看不过来，家人们就太紧张了。我左手要操纵这个事，右手操纵那个事，属于是看不过来，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。还有没念到的，你们公屏打一打，我去私下感谢老师去，我去。没念到的，我去感谢老师去。恭喜小蝎子，还有朱老师家，还有朱老师家，朱老师家。对, 对, 对, 对，以后你们自家那个爱豆要打人气票，记得要叫上车青老师啊，车青老师肯定会帮忙的啊。我是属于也是帮忙，家人们，我们青云堂也是属于帮忙，也很好。我们青云堂就每次都管理给我打，哎呦，哪些接人气票，我们去吧，去了去了就去了啊，特别好啊。青天外都是一家人，哎，我们下个雨声来，好，来，这不是雨声了，这是瀑布声啊。哎呦，啊，以后这种不是。都不能叫雨声了，叫瀑布声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呦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。今天我半周年呢，也办的还没活动，我还没整完，但是我也很开心。那我但是因为这个，因为突然觉得九点太难打了，我直接活动我都奖品我都没发完。一般是不是200天也要办呀？200天是什么天啊？200吗？百天，200天，半周年不是这样办的？半周年比200天少呀。半周年，嗯，比绝对比半周比200天少呀、啊。哦，对，哦，谢谢石原肯定啊的妈咪啊，谢谢谢谢，好像是啊，对啊，好像真是、哦、半周年180天，好像真是啊。哎呀，车青老师做档吗？嗯，车青老师是刚做直播没多久吗？你像问了一个没有含金量的问题，我不是半周年吗？啊就做了半年了，就刚做，你是刚做直播半周年是吗？你是刚做直播半周年了是吗？还 是的，是的，刚做直播。我以为你是来新天外半周年呢。是的，我相信你们的公屏应该都是哈哈 哈吧？我觉得我公屏都是吐槽我的，都是吐槽我的。太厉害了！今天他进来参加我这个活动，叶晨老师问了我一句：“车青老师直播了多久啊？”嗯，
那我不知道你是直播到现在半周年，还是说蓝星天外半周年呀？这两者没什么区别啊。不过有区别啊。不过啊，叶晨老师只顾着唱歌好听就好了，其他都交给我，交给兄弟来，兄弟为你铺路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好不好？你就把歌唱好了。什么那种一共你承接什么半周年活动一周年活动，你就跟他唱歌就行了，我就给你吼一嗓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别管了，你就别管了，好好好，我就跟你那喊，我这个跟谁学的？我跟莱丁老师学的，莱丁老师老能整了，我这全学他学他的 BGM 我从他那淘来的，我高低最后一刻吼10级灯牌以上的，我给你吼一嗓子。莱丁老师这么会吼吗？是的，劈的都更有力量，家人们。会的会的，冬眠面还有41天、啊、那也快了，我也马上快。车金呢承接各种百天啊，百天半周年一周年生日宴会成包了是吧、啊、你们就是有事了，就是你们结婚呢如果能找你吗？结婚也能找，我给你来一首。 你这样你应该那个你应该打张广告啊，就是印在那个旁边，然后你各播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旁边，结婚也能找，承接各种什么什么酒席婚礼什么的。是的、啊、不 是的，就是那个活动啊，带有口音的那种，给大家主持主持。家人们别忘点关注啊！叶晨老师、冬眠老师点点啊，别忘了点点啊，点点关注、啊，都是一家人，点点关注。回头呢，这个叶晨老师这个歌呢，哎，我在这边说啊，我一定会去学的，家人们啊，我一定会去学的。我在这个灵犀阁，我一定会唱的，好不好？一定会唱的，在灵犀阁给你打一打歌，好不好？好。行，感谢我们，感谢我们司仪老师啊，司仪老师，司仪老师，司仪老师是，我是专业司仪啊。你们有事儿，你们就私信管理好不好？叶晨家的宝子们，还有冬眠老师家，你们就是有什么活动啊，什么人机票啊啥的，忙了就比较难的，你就私信那个管理挂主页上的，就给他们私信，他们会第一时间找我的，都不需要我同意，他们自己就去了。OK 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么呢，我今天呢，我活动我都还没有办完，那我不知道你们继续一下。你去办活动吧，没事。行行，然后我呢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谢谢。不用客气，谢谢冬眠老师、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。那个冬眠老师，如果说租的房子有房顶啊，我们给你，我给你，我不用。啊，谢谢莹莹，还有房顶呢。有的话，给你，不用。打这么多，房顶不能要了，真要了说不过去呢，家人们。打都打了，给一个房租出来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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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谢谢冬眠老师家的宝子们，谢谢叶晨家的宝子们，谢谢家人们。那我就先去办活动了，然后回头你们没下的话，我们连一连，好不好？你们多播会儿， okay, okay, 多播会儿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好吧去吧去吧去吧，好好去吧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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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家人们，哇，哇，缓过气，家人们，缓过气，缓过气。哇，一身汗。以后这个点打人机票，我真的是，咱直播间没一千人，我都不敢轻易动手了。我要是11名，我真得气死。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人气榜，那第十一名，刚刚那个第十一名，他得气死，真的打第十一真得气死。我汗都打出来了，我这个嗓子我都没停过，家人们，真没停过。2000人助力，100万加，全是人家家人们。再次感谢，我数一下啊。小海绵、晨曦、六公主、向日葵、小星星、雪宝、竹老师家的宝子们、雾宝老师家的宝子们，还有没有家人们？还有花神老师家的，还有谁家人们？还有谁？9个了，还有谁？我没有说过的家人们，太多了。棉花糖说过了吧？我没说过吗？还有发电站、面化糖、鲁班老师家的啊，鲁班老师、顺老师家的都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还有没有家人们？不说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先发奖励，我们发快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发快一点，我们发快一点。我们发9级灯牌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太紧张刺激了！我的福袋我都发完了，家人们，我的福袋我都发完了。我喝水。哎，小星星，哎，对，太多了，真的，咱们真的
冰镇可乐，甜甜的芒果，一口拥抱全世界。大家都帮我们啊，真的很感谢大家。这是属于是青林堂们在外，咱们的名声也好，咱们低调，咱们凝聚力也强，大家也愿意帮咱。咱们呢，以后呢遇到了外面帮过我们的老师们，咱们能帮咱们也帮一帮。咱们送出首张人气票也不难，我们把它200给它整完，200助力值，我们给它2000助力值给它整一下，一张加200，一张都很关键的，好不好？我呢，反正也证明了，心里外都是一家人。打人机票，15家老师帮我打上去。那我们现在，我们开始，开始抽我们的9级以上的灯笼一排，好吗，家人们？我们前面的许愿瓶跟姚乐呢，记得去私信管理，过期的就没有喽。好吧，家人们，那我们就开始抽咱们一个。灯笼立牌9级以上可以参与的10个，我们发3分钟，好吧，我们发3分钟福袋，10个人哦，10个人哦。九级也可以参与的哦，家人们，3分钟一个福袋，家人们。我们再回头，我们把参与一下，家人们，参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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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中中，家人们，红牌子响亮。夏天会中的，会中的。明知的红枣，一口清甜的绝意感受。有风经过海面上吃着树偶，带走你梦里。还有2分钟哦。然后续费了咱们那个阅读会员的，记得找咱们这个小胖去兑奖奖哦，家人们。然后我们最终啊，我们还要来个答题，家人们，我们来个答题，好不好？来个答题。哦，谢谢彻心家的庆年堂开通的阅读会员。咱们直播间300多人啊，家人们，欢迎六公主嘛，欢迎欢迎。最后1分钟啦，最后1分钟啦。刚刚前面我跟叶晨老师唱的歌，刚刚觉得叶晨老师还有悟宝老师歌好不好听，还有跟豆妹老师的，咱们就是合唱，咱们唱唱歌。哦，开奖了，家人们别着急，好不好？我们灯笼一排，我们灯笼一排。我们看一看哦，看是谁中了，我们一个灯笼肖力派。
锁定记录。然后呢，这一时间咱们滚动半周年快乐，青也同时祝青林堂半周年快乐，你们打半周年快乐，青林堂半周年快乐，我们公屏滚动，那么一个三分钟我们随机抽取弹幕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这下呢，智智在不在？智智在吗？智智在不在？完了，智智不在。完犊子。咱们先看看中奖人数啊。哇哦哇！分别是车金匠、金银堂、黎生、汤豆子、紫苏瑶、小洞离子、踏架的，还有这个一个后缀、两个后缀、三个后缀、四个后缀、五个后缀、六个后缀，就是没咱的后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没咱的。获得了一个灯笼立牌，我吃个牙我就吃。然后我们的小扣啊，还有肖兰，还有小亚啊、锦溪跟这个雨明轩陪跑啊、陪跑。完了，家人们，我又私信不了智智。我本来想让智智滚动滚动的，家人们滚动滚动，再来我们讲管理滚动滚动。哎呦，哎呦，谁骂我？把这已经截图好了啊，家人们，那个找我们的这个小绵羊，我们领取一个灯笼立牌，好不好？我们灯笼立牌。啊，家人们，那咱们呢就开始弹幕滚动，好不好？弹幕滚动。小胖在不在？小胖在不在？咱们派代表啊，咱们派代表，二串派个代表啊，家人们，二串一个代表，管理组一个代表，小胖呢？家人们，说实话，这都不在，都看不着了。我升级一个观众连线啊。一口紧贴了绝地感受，有风经过海面上，小胖也不在，智智也不在，看不着了。还有萧兰在不在？萧兰在不在？看到萧兰了啊。拒绝了我的连线请求。哎呀，你们干什么呀？这个活动办不了一点，家人们，给你们抽钱，你多跑了，你。截图吧，自己截图吧，我不要你，你们别截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你都不上来截，你干什么呀？你都不上来。我到底是四个说，那连线我连线我要他，他给我拒绝了。你侄子也不在，咱们青林堂怎么重要的任务不在？那小庞也不在，作为惯例也不也照不照？
那要个二穿校官你又不着，找不着，不玩了，升旗了，我直接炫吧。你干嘛？把你哭来了？自自先上来，抽抽奖，抽抽奖，来，申请自自申请观众连线。我们的管理组小胖代表，二创组肖兰代表，好不好？子子呢？子子呢？申请下观众连线。欧某欧某 ，OK。你好，你好。干嘛？你跟着咱们音乐的节奏，你说听，咱就听。我数二十，也别数，咱们放一首歌，好不好？你说听，我就截图，好不好？哎哎，这样吧，哎，算了。你说听，咱就听，行不行？咱们凑三个，凑三个。嗯。我先把这截图啊。等一下啊。咱们你自己倒计时，咱们说停咱就停。哎，这个是不是节太小了？这有三个啊，咱们三个，咱们抽咱们这个许愿瓶，好不好？私信咱们的这个小猪，好吧？许愿瓶，哎，私信咱们小猪。来吧，来吧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那你就家人们，我们把半周年快乐青林堂半周年快乐打在公屏上，咱们公屏滚动起来，由咱们的智者进行一个发出的命令，我说停我们就停，好吧？我们就抽出我们一个小猪片，三二一，停停，我停了啊，我停了啊，我截了啊，家人们，我截了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着啊，给你们看我截的图啊，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，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，看看你梦里有没有记载。由我们自制抽取的三位许愿瓶，分别是 XX 绵羊，还有小巧跟我们的卓年，分别是粉丝灯牌五级十级十级获得了咱们一个弹幕抽奖，那么一个小小的许愿瓶，恭喜中奖。然后我们家人，我们弹幕，我们停停，我们停停弹幕，好吧？你们别哭，别哭，家人们别哭，别哭，别哭。还有，好吧？还有，同时呢，也谢谢智智来参与我这次活动。可以下去了吗？哎呀，可以，行了呢，行了呢。哎呀，智智刚刚吼那一嗓子，说实话还挺好听的，家人们，说明会唱歌，家人们，智智会唱歌啊，家人们，回头好他唱唱歌，家人们，好一好，好一好，别哭别哭，家人们，来，咱们二创代表，肖兰上麦，上麦。你好，肖兰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对 逼哥们有要求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有没有要求？你想一下，你想一想，可以提要求吗？难得上来，提提要求吗？要要求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自己放了啊。你自己放吧。好，那么我们开始进行一个，你说吧，打啥字？那别说了，我说吧，就半周年快乐。好，就这么打，家人们，就这么打，家人们，咱们肖兰，咱们说喊停，咱们就喊停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刚准备好了吗？我刚我你不是我不应该我问吗？我你问你问你问。好，我问我问啊。抽上来的属于是自己拿不着啊，家人们，你自己的打拿不着啊，你自己还能打呀？你自己倒计时吧，你倒计时啊，你别说停了，你就自己倒计时。
好了啊，大家准备了啊，三二一停。哇，白日梦又中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看得到吗？能看得到，能看得到。离声满满，还有白日梦，怨气漫漫。哦，能看着啊，能看着就行啊。笛声白日梦怨气满满，在我们的小竹另去这么的啊，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一个什么许愿片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另去一下许愿片 啊。感谢肖兰的二创的陪伴，然后家人们也谢谢肖兰对我们情侣谈的付出。双 Q， 那我们把你亲戚抱下啦，你就拿不到这奖励啦。好的好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抱下吧。好，现在找他们，找我们的小猪去要我们一个许愿瓶，好吧？我们有很多代表，好吧？有很多代表，来吧，笑盘，笑盘呢？笑盘，升级练习，笑盘。笑盘在不在？笑盘怎么没升级？哦，赖了，赖了。咱们的分别代表是吗？分别代表古董群，咱们古董群分别代表古董群二串组冠一组，好吧？还有咱们的应援，我看应援最多的，我看他在不在啊？来，你好，笑盘，你好。那我们开始，我们又开始计价我们笑盘抽取的这么一个续愿品，好吧？来。Okay. 你自己喊，不着急，慢点来，你虚晃一下也可以，好吧？什么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三四都可以啊。好，家人们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哇，第一是谁？分别是小鹰、小兔、小乖不乖获得咱们一个续愿片。看到没有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，都看着没有，是不是？看着了，看着了。行行，分别是我们小鹰、小兔、小乖不乖获得咱们一个这个奖励。哎呀，卡了。同时呢，也谢谢小胖的付出，也谢谢小胖对我们青林堂所做的贡献，谢谢小胖，双 Q 了喂。那我们这些刚刚练到了九位，去找我们的小猪，我们的小猪领取咱们的这个许愿瓶福利，好不好？许愿瓶，许愿瓶啊，有什么要说吗？小胖可以退下了不？你要又可以退下了不？你没话说是吧？啊，那个，那你下去吧，那你下去吧。哎，没话说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等会再说吧，下去吧。好，拜拜。给亲亲抱歉啊。这么完了又落泪了。要闹了，要闹了。咱们来一个。哎呦，我说实话，太多人了，我其实名字我都记得很清楚啊，我不知道怎么配代表。这样啊，看看啊，莫离、愿杰、莫离、袁姐、锦溪、陈毅，在不在？还有浪是迪蒙、布丁、木西，在不在？你们别在不说在，你们别怕，别说在不在啊！还有咱们应援组很多，什么陶念呐、林毅呐、左年呐，还有好多咱们应援酷酷应援的，我都看得着。再说不了，我看看啊，怎么点名？有火起个名字叫菠萝，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。可收到就下，咱们再来一个不吱声，一问一个不吱声。还
有生椰菜在不在？他们的股东大股东们呢？还小英在不在？怎么看不着啊？认呢？你们打打字哦，看着了。还有没点到名的别着急，家人们，我怎么脑袋里装不下那么多名儿？我还这咋整呢？啊，那这样啊，那咱们先这样，我们先发弹幕抽奖呢，我们先停一停啊，都不在，那我们就换，我们能把咱们的这个12级以上灯牌灯光化，家人们，灯光化，咱们给它抽了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抽灯光化，那么总。